看到那几个字了吗，兄弟们？我到了，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，车子摆在这里啊，然后现在呢，进去给你们提一下，叫漠河舞厅到底是什么样啊？啊，全天营业，看一下里面长啥样。开侧门，在地下室里面。二十啊。来，看到没？这么多名人来打卡是吧？兄弟们，这里咋没有年轻的？他都没来的，还没来啊？一般像我这种三十岁的有没有？没有，少，少，就是三个五个的，剩下一都是老头，都是老头。我是外地过来的，嗯，我从广西过来，嗯嗯，然后我就想来看看有没有小姐姐。没有看小姐姐。像这就是岁数小的了，这个也都五十多了，哦，就来这里就学跳舞的吧，这个啊，这老皮的了，黄店就是老年人活动中心嘛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我特意从广西开车5000公里，哎呀，来这里看这里的5000公里，哎呀。那里还有可以喝酒的地方啊，那个地方。多少钱？20。二十。是俄罗斯的。既然来了，我也要消费一下嘛。我开车5000公里过来。开没有？啊，开了。这个有酒精味吗？没啥酒精。啊，就是风味饮料。不是，就是啤酒。明白了。体验一下最美的舞厅。看一下别人跳舞吧，来都来了，对吧？后天不来，大哥跳舞去了啊。大哥刚才呢帮我拍照的啊，现在呢我也走了啊。好了，看了半个小时了，够了，从广西开过来5000公里，漠河舞厅啊，就来跳个舞，也没有舞伴，我就走了啊，拜拜。嗯，走喽，走了走了，打个卡啊，生意兴隆，老板娘，谢谢啊，好。我帮你宣传，以后可能更多人来。好，好，那我要回去做饭吃了啊。哎呀，兄弟们，看了半个小时，花了40块钱啊，门票20，然后喝了瓶饮料20。现在呢，
出去啊。现在还要得找露营地啊，还没找到露营地呢，车子就停在这里啊。今天的温度不是很冷啊，今天的温度的话最低温度是-19°C，在车里睡觉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回来了，哎，我刚才我都没锁车就出去了，我是刚刚没锁车。好了，不管了，先找露营地，给我点个赞啊！漠河武丁打卡了啊！你们心心念念的，我从没有见过机关出现的村落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好了，我们去找露营地了，点个赞。